箱。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我们在北克鲁琴街道3。克鲁，有人说想看你变身呢、欸。变身？变什么身？对啊，变什么身？对啊，变什么身？李恩变身吗？变什么身？李恩变身吗？还是谁？还是我看一下委托？哎、欸，我真的。在开台之前我就有先摸一下，可是还没有想到加雷利亚小径的通气魔兽。哎、欸，这通气魔兽还没打，那就是打深渊巨虫。加雷利亚小径二西侧。嗯，对，我们现在就要去打这个通气魔兽。好，没问题，那应该就是玩到这个地方了。哦，其他地方应该都有。我确认一下哦。海鲜沙拉，我看一下我师傅海鲜沙拉有没有拿到。有，海鲜沙拉。这个哇，劳拉最会做海鲜沙拉这种东西，哦、高品质的东西，连不擅长，不擅长，不擅长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去准备打 boss 啦。Go go！ 闪鬼对啊，那个屁举303，从闪一就开始开了。嗯。北克鲁琴街往这里走，呼叫我的小车车。気をつけて行きましょう。任せてくれ。对啊，叫车子的话一定是这个、啊。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天哪！耶！亚历山后，超楚的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亚历山一定觉得很开心。才没有、欸。这里不能走。哎、欸，不能走这。不是要退至北克鲁琴街道吗？还是要从哪条路走啊？哎、欸，他刚刚说那边怎样不能走？就没有那里有哦，加雷利亚小径啦、啊，我们要去加雷利亚。哦，刚刚那个不是？对，这里是北克鲁琴街。哦，这里有人？你为什么？哦，我还想说你为什么要撞栅栏？没有，因为我要下机车。我要看看这里的人是谁。嗯，其实我真的有一点没印象，相隔了一个月，脑内真的没什么留下印象。行きましょう。任せてくれ。我们往前走看看好了。你要原谅巧克力，巧克力他老了。哎，你是也忘记啦？嗯，没有啊，我只是陪伴而已。那玩游玩者。哦。那有人说，金喵说看巧巧台写英文 OK 吗 ？OK 啊，你们会学到选择哎、欸，你们会学到 Yeah Yes， 然后还有什么？你还会什么 ？Hi Hey man Yo， 你就只会学到 Hey Yo You are my nigga Yo man， 这是友好的表现，真的真的，只是你以为这样子很 rock 很酷吗？很酷啊！哎、欸，我超想要交一个黑人朋友的。哎、欸，在场观众有没有黑人？拜托，我们可以做朋友，我们一定可以成为最好的马吉。哟，嘿哟，乔治英文。所以这里应该都聊过，我看感觉都聊过天了。我们应该是要直接前往下一区。没错，我还是晚点睡，然后写英文好了。What？ 写英文，他要写英文啊，他要听你的台写英文啊。欸、那很好、啊。看看哦，我们要去加雷利亚小径，在这里。所以直接从哪里出发？双龙桥或者是加雷利亚要塞都可以。嗯。那我们要怎么走？北克鲁琴街，我们先去双龙桥好了，应该是这样吧？是吗？真的是吗？不知道。可是我们要去那个要加是小学生在写作业，好酷哦！有人说巧克力就够黑了。What？我哪有很黑？你很黑啊！
好，你的心很黑。没有，我是皮肤很黑。哦，对，我心很黑，我心就像尼哥一样黑。Yo， I'm nigga， yeah。而且他的心也很苦。I'm your nigga， yo。Chocolate is learning chocolate style English。对啊，对啊，没有错。WEI01024，这太坏了。还好吧，我觉得他说的很有理啊。他意思是说我说的很好啊。啊，对啊，毕竟我说的是有一点、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是这样说啊，没有错。毕竟我的英文其实说的是有点那种英国腔调，是吧？英国个屁啊 ！My English is not good。那你会不会法式的？法式现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，它就只当作是法文那样念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你念念看法式英文。Hi, my English is chocolate。还蛮有法式的感觉。这里是哪？哦，加利利亚小姐。我就是，我是要到二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法国人啊！你刚才没，我的法语如此的精良，刚刚又右转，对不对？哦。啊、他坐在西侧，哎，小猪的，他应该不会打我吧、哦？真的吗？可是我看他好像很开心的，哦，没有，我自己撞他了、啊。你干，哇塞，你撞他！哦、有观众很认真的说，对，那个虽然是黑鬼的意思，但是我有真的是问去英国留学的人，他认识一些外国人，也有认识黑人。那你不能直接说那个，那真的是不好，不行的。可是你可以，如果你跟他很熟的话，你可以说 Hey, you are my nigger， 这就是有一点称兄道弟的那种说法，就是我们是哥俩好啊，好骂你。可是你没有这样的兄弟啊。但是我说 I'm your nigger， 就是我是你的 nigger， 戦闘終了，就是你们大家可以把我当兄弟看待。所以大家 yeah, yo, 我觉得大家不会想要认你这个、嗯这样的兄弟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只会 Hey what's up man， 然后就这样而已。在那之前我无法沟通，无法沟通。我可能要先关着窗户，不然邻居会。没关那个窗，刚刚没有关到，忘记了。Yo， I'm back。哇！我真的觉得我这样好酷啊！哎，看看，哎，哎呦，哎，这啥？哎呦，好恶心啊！我先储存，不管，感觉我就要输了。好恶心啊！哎，他们怎么长得有点灵性？怎么好恶心？明就跟巧克力一样又胖。哇！而且他跟你一样高啊，他好高哦。也是啦。对啊，可是很胖。你的眼中看起来都没有人。而且他，你看他的头发很稀少，就跟你一样。什么？稀少跟光头是两回事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可是你看他前面有几根毛啊？有，他至少有毛啊。我可是光头。对啊，可是你，哦，你是光头啊。对啊。可是你光头上面就有几根毛呢？没有毛。有光头有毛。光就是一根毛都没有。你只是自称光头而已，但其实事实上你的那个头皮毛囊上面有毛。没有，都有有毛，一定有毛。好，哎、欸，好恶心、喔！哎呀，好多字哦、喔！你毛发越……你啰嗦啊！我要认真想，我要用哪一招来打？要召唤奇神吗？明明小朋友很瘦，他怎么会胖啊？我跟你讲，他这几个月变得好胖啊！哦，是哈、哦。打看看，深渊巨虫啊！我知道这只怪物，自从空鬼时代就有，只要打一只，就是只要他们一受伤，就会用全体伤害。哦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直接召唤奇神。好，快，哇你妈的，来了，让他们知道，哇你妈的厉害！哇就是哇你妈驱虫啦一次可以砍全部哎、欸、好爽哦、喔、来先看看哦、喔、对我觉得要先燃烧他们
反正哦，对不起啊，原来你们是说那个瘦，对对对啦，对啦，是蛮瘦的啦。可是我前阵子看到 ，Shut up， 夜宴机哇！可是我蛮好奇，大家对于如果是巧克力跟罗伊配的话，哪一个是瘦？什么东西啦？Shut up！ 你看，他们每个人都开始用扩散攻击，地震，各种地震。现在、欸、有一个摇晃能力、啊，你有没有看？他们在攻击的时候左右，是因为是他在攻击啊，他当然要摇的。他攻击然后摇晃的厉害。还好是这些人这些虫摇啊，如果是他如果是某一些人摇的话就很可怕。看我的天虫剑，呀，哎，哇，好猛哦！哇，来来。他们的伤害对蛙尼玛来说不痛不痒，轻轻松松啊！你看这些小家伙们在那边弄地震，打我只有一滴血，超嚣张哎！好痒哦，他们在帮我抓痒痒。来来，又轮到我了。你看我 EP 是100，可是其实没有任何技能会耗到 EP。还蛮神秘的，我还没侦查过他们，不过我觉得就让他们直接去死吧，免得我等一下就挂了。对啊，不要再让他们一直晃来晃去了啦。哎、欸，没有全死，只有死两只，完蛋了，瓦尼玛要撤退了，瓦尼玛只能攻击三次。啊，瓦尼玛别走啊，你再打一下。走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没关系啊，都是一点点，你就一个一个什么，我们的攻击时间，对啊，你就一个什么什么团体技，不是啦，那个叫什么范围技，范围技，啊 ，Oh nice， 卡莉莎还是很厉害的哈，没有问题，然后。趁现在还可以侦查一下，哎、欸，一切都在计划之内。哎、欸，国王已经拿到他们的侦查了，管他的，还是扔一下，以防万一。冰冰肉波冰，看看这块。深渊巨虫栖息在土地中的环形。深渊巨虫巧克力。哦，是哈、哦，那，哎、欸，他真的好恶。好恶心，而且还有点。它是外，它的那个有点黏液在它的那个表面皮肤，是不是、啊？我觉得你看的也太仔细了吧。不是、啊，那一看就看得出来吧。我没有注意到那里。觉得 no， 还是让他们死吧。明神改，是吧？电死他们。自从空鬼就有啊，可是以前我记得没有那么的肥大，但现在变得好肥大，好可怕哦。全滅完了。哎、我感受到满满的经验，滚！哇哦，升升升！やったわ！やったわ！やったね！不错不错，经验真多，觉得爽爽的。达成委托，加雷比亚小弟通信魔兽喽，获得第四任。哦哟，看来是他打他的。哼哼，究竟不是我们的对手呢？辛苦了，小弟。巴拉巴拉巴。快点，关键人物怎么不讲话？关键人物就是要不讲话，就他那个脸。这么一来，总算达成了委托。哼，哟，赶紧回到舰上吧，用终端机向皇帝下报告。哼，我真帅。看我的胸膛。看我的鼻子。看我的眼睛。看不到眼睛。看我的眼睛。是的。我是李恩舒哈泽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是那个？我觉得他拿的有点上去，你不觉得他拿得太上去吗？他这怎么听得到啦？我觉得手机拿的有点太上去，而且他还戴着耳机。哦，是图瓦会长吗？嗯，我们恰好才刚打到了通气魔兽不久。Over。他长得真的好好笑。啊，嗯，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各种吐槽，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吗？